会觉得。那我可以来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我 Q 闪啊！我会觉得亚运要你去打哎、欸，滚滚哦，感觉金牌哎、欸，就是我爽了300万。我的秒杀小啦！胜败亮得哦，这几个都我兄弟啊，你们都不用急的。我、哦、干又跟冠伟下路，我觉得我会被他骂哎、欸。哦，先选一只不会雷的。我们这团我应该是不用单手玩吗？单用脚，用脚，用脚，脚就够了。感觉冠贤边玩风之谷边……嗯，我等一下疯狂练等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对面应该、欸、感觉也不能玩猫哎、欸，不然你先去练等。有没有啊？先选冠贤。哈？对面好像整队都精英哎、欸，单双都精英。就好像就特别来撞的，你知道吗？嗯嗯啊，你不是随便虐吗？单手虐。对面 AD 好像是职业选手哦，二队的职业哥哦。他们中也是 啊，对面中也是。嗯，冠贤有不懂的都可以问我，我下路好好好我一天玩三四场的，我一天玩三四场，我一天玩三四场。你感觉超强哎、欸！随便点，随便虐的。哦，随便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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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就正常玩，不用有压力。对面很烂。嗯对面很烂，对面很烂。我知道啊，这个对面是什么角色？拿鞭子的、啊。对对对，就是他会拿鞭子抽人。哦，你没有玩路西恩？什么啦？你在讲什么？哦，路西恩，路西恩扛着他，我就扛他，就是手比较长啊，打一套啊。欸、你有在打 LoL 呢？就是你知道扛着、嗯。就是我懂。OK， 交给你哦。Nice。 哇，你有看我那个尾走位吗？嗯。好会扭，好强哦！真的，我就有在吃维苦力的。练习生，嗯，哎呦，多刺他两下，哎呦！啊！你这样叫我会受不了吗？你就觉得要月吗？我来，我来。要月，太阳神。要月，要月，要月。上面要约，怎么啦？哦，晕三个啊！要吗？哎呦，暗恋可以回来吗？来，我可以支持上路。哦，下路又扛压，嗯，上路一定要约成功。啊，下路又扛啊，就是又扛住没死啊。冠贤好鬼，有哎、欸，冠贤这个晕三个，嗯，我会玩啊，我会玩 support， 真的，我就专业辅。他们下路会来中路吗？辅助，他们辅助回了，晕三个。哦，感觉大家为我晕呢。我会觉得亚运要你去打哎、欸，滚滚哦。感觉金牌哎、欸，就是我爽拿300万。金牌是300万哦，我记得银牌是150万。三百吗？还是500？三百。感觉抽呢。妹妹很烦呢、欸。哦，妹妹抽那一下很痛呢。妹妹。傻小。好，我来了。有、哦、一。你觉得小时候会不想玩游戏吗？回来吗？冠贤，好，回来，我回来，谁都可以，死在后面。啊！我，我这边就随便虐吗？啊，我这边节奏触发、啊。哇，阿杰，好猛哦！你这个胡乐有模有样呢。我就狂晕啊！干，冠贤，我不是瞎吹呢，就是你这个Rail有水准的呢。嗯，我就跟我兄弟学两招，很烦。你知道这对空抬了我六次，我扭了六次吗？哦，他就不会抬，我会玩瑞空哎，现在不好玩。真的吗？好，那玩差野好不好？我们情侣下路，情侣下路。哦，可是我很久没玩了，要复习一下。我先看他操作复习一下。哦，你复习一下啊，不要跟对面那个学呢，那个有个烂的呢、嗯。我一定抬，我一定抬，绝对抬得到的。哎，好猛啊，冠贤。有哎、欸嗯，对面应该整团都精英啦，对面辅助应该也是精英。我认真练，我认真练，下次我六度我自己找四个队哦。没有啊，我跟你啊。好 ，Alex， 你要跟我们吗？一定跟啊，哪次不跟 ？OK， 反正你今年冠军都拿满了啊，啊，下明年搞来一个那个高刷的可以吧 ？OK 啊，没有我吗？稍微要你 啊，我们五个啊，对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对啊，我们五个啊，哦、有我真的、啊，有啊。哪一次没有找你？那、啊、我们从现在开始团练啊，备战那个明年要。好，备战明年。嗯，我每天打十把，你知道吗？好好好好。
会，我会觉得。那我就来了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我 Q 闪啊！我就跟我兄弟学几招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对、我会怕。啊、好帅哦 ，Q 闪你也会？嗯 ，Q 闪 Q 闪。好哦、喔，我就这么会玩，我走了、啊。真的，我真的，就我可能一开始以为你就是普通的那种人金牌，但你玩起来不输精英呢。哦，就这么会玩，我闪过很神啊！真的有点牛逼。哎、啊，感觉我们下路真的蛮猛。你被 FPS 游戏耽误了。哦，干、哦，台湾就不需要我 FPS， 台湾需要我的英雄联盟。感觉真的要换一团呢、欸，就是对面这团有点不够打耶、欸，会吗？冠贤，你会觉得这把对面下路不够打吗、嗯？对面下路感觉普通，就是打完，大家先看一下对面的排位吧。要要要 ，Alex 要不要上去打 PCS？ 要啊要。上面说走，你说不要还是要？我肯定要的，不然吃不打。救我！冠贤把 S。来救援护驾了。嗯，我们在走。来妹。来了来了。他也没闪，辅助我不知道。啊！这个人，哈哈，我很烦。他没闪。哦，我真的很烦。这个是打野。我现在我回来给机会了。嗯。按这锤子是要锤谁？帮他加油。帮他加油。看看你拉拉队呢？嗯，哎、欸，你们感觉那个打的是被虐、欸？哎呦，阿恒那个控制，哎、欸，就我那个。啊，你会觉得阿恒？我会觉得阿恒好像帮不了你呢，他好像尽力了呢。我没招了，我前招。为什么我打他？我打他，打我打他，我打我，但肉棒。感觉真的要换一团呢、欸，就是对面这团有点不够打耶、欸。不是啦，他拿鞭子有点、有点 counter 我啦，真的有点被 counter 到，很烦。他不能拿鞭子啦，断那个鞭子的一、e, ，其实我不知道他的招有什么，所以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对付他。反正我觉得要是等等打完这把，我们大家一按列队，下一把还会是他们。啊，对面投降了啦，要、欸、投降。冠贤，我们把对面打到15投哎、欸。哦，又投降。对啊。Bow。哦，好烦哦。感觉我们喜分呢，就是太快了。哦，上分呢，耶、yeah! ！感觉我们在喜分呢，感觉没对手哎。上分局。冠贤，你第一场打完什么排位？我不知道哎，卡住了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他哪会跟你讲？哦，我铜牌二啊，强吗？感觉高分呢，蛮高分的，蛮高分的，蛮高分的，算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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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每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哦、再来一场，再来一场。我看一下那波精彩的操作、啊，关贤，别急。好好好，一起复盘，一起复盘。哦呦，好帅哦 ，Q 三个哎、欸。嗯，就 Q。哇，关贤，我帮你记好了，9分40秒哦。哈哈，哦，我剪辑了。你先剪了，你先剪了。嗯，这个真的满满，这个真的满满。按你知道秒牌，然后又是他们吗？哦，我现在很烦呐、啊。